而且我也不存在用女人的钱呀。嗯，就说明你现在还是跟我太客气。客气客气啥呀？不客气。哎，魔小站这链接不见了，不见了，算了。我跟你们说一下，上次你们不是要买这个酱吗，家人们，这个酱，然后现在又有了，19.9块12瓶，你们去拍吧。上次有人说这个酱好吃的，就是这个那个小酱。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兄弟不能这么说呀，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，二帅不是这种人呐，兄弟。这是金强吗？就是，你们想一想，怎么可能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用人家钱啊，兄弟。这不是死要面子的问题。那猫小灿呢？哪去了？我找不到了。嗯。哦，在这儿呢。啊，这两个老是上不上还是什么？哦。嗯，这个。好吃啊，那天吃。猫小灿在这儿啊。哎。这个是猫儿小菜，是19.9块2瓶，然后一瓶是，多少克？反正也不大啊，那个木耳比较贵嘛。反正你们喜欢，如果喜欢吃这种小菜的，那个有点辣啊，喜欢辣口味的可以去拍那个。买了酱加急，对，你们今天拍的基本明天就能收到啊。啊，收了我呀！嘴巴真像，我俩嘴巴像吗？嗯，不像，像吗？二帅把金总灌醉啊，要这样吗？把我灌醉，灌不醉我的。他，我们喝的饮料啊，我们喝的饮料，我给你倒一点，这是大窑汽水。因为我喝的这个没有度数，汽水喝不醉，干一个。你要跟我干，你就会醉。大哥，我渴了，骗了你一杯。我渴了，我都出汗了。紧张了呗。嗯，大家一致要求，金总底下能付利息和回报。我已经联系好中介了，只不过价格没谈拢，然后。我想能卖就卖掉吧，就是不，因为毕竟这些我感觉都是身外之物，也没必要去麻烦别人。卡卡卡，不卡不卡，我的直播间现在不卡了，家人们，不卡不卡，你们打个一行吗？好打一点这个一。嗯，老有人说二帅这个直播间卡，我也卡的打一，卡的打二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不卡，你看好多不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家人们，然后再好了。谢谢家人们，如果在二帅直播间，那个家人们可以给二帅点点赞。谢谢 HB 高人气票啊！在这里可以给二帅分享一下直播间。谢谢 HB 高，我怎么看见？对，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给二帅，点波关注。谢谢。如果没有，如果点了关注的，可以在这里亮一下这个粉丝灯牌。粉丝灯牌亮好了之后，小心心可以在人气票，可以在直播间停留20分钟，淘宝的人气票就可以升级了。有你。谢谢波，谢谢。你看，好多人加粉丝灯牌，谢谢大家，给二帅亮粉丝灯牌。谢谢大家。那在我头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这为啥我上不去呢？你甩能甩过来？甩不过来，你别撞着我。谢谢快乐粉丝团黄小丽，感谢明明奶奶，明明奶奶 HB 勾，任老哥支持二帅遇到了美女，对，谢谢感谢支持啊。然后对这个小木耳菜，你们如果喜欢吃的，你们可以去拍一下。这个木耳菜就是，虽然有点价格有点小贵，但是这个木耳它本来就贵，而且这木耳是东北的那种秋耳好木耳，味道很好，是19.9。这个味儿可下饭了。对啊，下饭。拌着饭吃。拌面吃更好吃。是吗？对，就是一小罐儿，两小罐儿啊！我现在我们在吃饭，不可能带那个。我那天炒鸡蛋的时候，然后尝了一口，完了还有点辣，然后就对那天是用口了。那天是用那个土鸡蛋炒的，嗯，确实好吃。然后第二天那个不是剩一点，我直接炒饭嘛，都吃没了，都吃了，全吃了，特别香那个，金主好美。有没有拿捏住你的胃？哎。
我的手艺还行。哎呀，吃一个豆皮儿。谢谢。我的那个腰子咋还不来呢？二帅主播人品好，谢谢谢谢，感谢谢夸奖啊！两天不来，灯牌消失，对你那个独步逍遥，你可以重新点亮一下就好了。谢谢用户点亮粉丝灯牌，点亮之后在二帅直播间看20分钟，谢谢，然后就升级了。英文的啤酒。啊，谢谢英文的啤酒，来。我来一个。然后你们在直播间家人们给二帅点点赞啊，马上开心果，马上150万赞了，风心家人们，洪亮，谢谢用户向日葵 HB 勾招财进宝，二帅你给金总什么？你给金总播一下，没事，我来播，来我播吧，最后这个最后一支了哈，我给他播一支，我等着。嗯，来吃现成的。你刚才一直给我过来了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嗯、交杯酒，交杯酒吗？别了，家人们。这刚开始熟，谢谢，你要跟我们喝交杯酒，我怎么好意思？交杯酒要什么时候喝？孙四哥不是两口子家那个谁啊？孙四哥的人气票、哦。不是两口子，不是两口子。就是二三联盟了。啊，是有点。我别说这两口子，我害羞。谢谢三月雪小心心，你就腼腆型的。对啊，我比较腼腆，我现在不理智以前了啊，以前非常自信的。其实你其实也自信啊，其实也自信，只不过为了这种事情，别人一说我就那个。哎，大起大落都是很正常，人生就像心电图一样，就都要这么走的，不可能一直上来，不可能一直下，都起起伏伏才叫人生吗？嗯，不希望你一帆。谢谢四四顺心的小心心。有一句话，那个那天我看啊，不希望你一帆风顺，但我希望你乘风破浪。对对。这话说的其实也挺好的，人生在于折腾，哪有那么多。谢谢莲花宝座的人气票，哪有那么多。谢谢 HB 哥的小玫瑰，顺心的事儿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包括直播间家人们对吧，都会遇到一些有的时候比较烦心的事儿，其实也很正常。谢谢徐生的人气票，就看大家怎么去面对吧，对不对？谢谢浅寒染，李明峰的小星星，谢谢。一加一等于三，你一说这个问题，他们全记住了，知道吧？我还以为不会懂，没想到你一下就听出来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大家也都听出来，给我整害羞了都。给，那包好了，谢谢包好了。给大家先吃。粉丝先吃。我这有功了哈，我这吃现成的。哎，应该辛苦了。今天，约金总出来嘛，二帅也是，哎呀，别人包的就是香，我感觉。别人包的好吃是吧？别人包的香。嗯，谢谢 HB 哥的小墨镜，谢谢刘美云，感谢 HB 哥，谢谢好兄弟干杯吧，干一杯啊！谢谢令狐的小心心。我是干一杯，谢谢谁家的一凡。然后大家在直播间，哎呦，马上都150万赞了，大家辛苦了、啊。哇，这么牛！我的200万理想要达到了，绝配。那我再数一个321呗，完了大家再点一个双倍行不行？你俩有个共同语言。对，应该年纪差不多，所以。年纪差不多，啊，对，是差不多。我也。我小一点。我是妹妹，我感觉我已经很老了。你说谁老呢？我没老，我才18。嗯，你厉害。我永远18，心态18。永远18岁呗。我数321，大家哎，谢谢墨镜，感谢肖，他叫什么肖明奖是吧？嗯，感谢。谢谢我的主播。我再数321，大家再来个双倍呗。哎，谢谢点点儿。感谢。嗯，这是冒号吧？这冒号。那别再点冒号，谢谢你的漫画女花筒啊！谢谢张猪猪的小心心。我数321，大家再给我来个双倍呗，点赞。哎，然后点到200万。对，可以啊，来啊！刚才有一个粉丝，稍等一下，刚才有个粉丝说你要开了抖音号，他要做你第二个粉丝。哎，这个叫、啊、
这个叫登高望远，他说的。好嘞。我希望你能做成第一个。对。但是这样啊，等他开了抖音号之后呢，我也不关注他，然后就等着，就零个粉丝，让我们放到直播间看谁先关注他。嗯。这样吧，第一个粉丝，然后第100个粉丝，好，第1000个粉丝，嗯，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寄一个小礼物，可以到时候。行啊。行吗？你可以你自己看我的第一个粉多少的，对，是谁呗？第100、1000、10000，啊，都可以给个小礼物的。行行行，到时候你自己寄就行了。你还挺有创意啊！你第一个，到时候看谁手速快呗。你教我呗。嗯。怎么弄？做你的粉丝团是我，嗯，一定要做第一。你去拿第一，我肯定不会，做第一个关注他的啊。200万赞拥抱一下啊！我这样不好意思，兄弟，我可以跟你踹死一个，但是拥抱就不要了吧，因为这是现在只是朋友而已啊。你这个要一百万，那得300万的时候。我你做几万啊？300万，对，你要顶上300万就。300万我就可以。我们出卖摄像的是吧？不是，你要真点到300万，我也，你也豁出去了。对，我也豁出去了。如果真点到300万，那占你个便宜。哎呦我天哪！来，那我数3、2、1了，大家准备，3、2、1，搓！我要看双倍。哎呀！点他的脸或者点我的脸。说可以屏幕，点。对，如果真点到300万，话都说出来了嘛。男人一个兔没一个钉，话说出来了。女人也一个。